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嗨嗨，欢迎回来。这今天不是这个星期，这个星期已经做 PTCO。今天我们要玩，因为现在对昨天还是今天？昨天吧，开始是那个世界大赛，然后全部人都在看着世界大赛。但是世界大赛不能用新卡，好像是都是用回旧卡，所以我们在世界大赛的热潮里面，我们要玩 Mewtwo， 对，我们的猫二。猫二 Mewtwo 卡组，这个卡组很多人在组，但是有些玩得很好，有些玩得不好。每个人的卡表都不一样，每个人放的东西都不一样。对，首先我们来讲 Mewtwo 的招式是，就是可以模仿自己后排或是自己的废弃牌组任何一只 GX 的招数，但是你要跟着能量的费用，然后。所以你要放什么去你的卡组，去让他有这个招数，这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有放这个老鼠，这个老鼠是，他的招数第一招，你不用能量可以打，进行攻击，就是一张40，你最多可以丢两张，所以你可以不用能量就可以攻击人。我的重点是哪里？就是如果一开始你卡牌，然后你手牌全部都是宝可梦，你可以丢到他的话。你就可以用他的招数去丢你手上的东西，可以丢你手上这所有的宝可梦，玩一张这个，这个一定要玩啊，因为他可以把你射后面，他是丢两颗能量射后面一个170，然后这个就是攻击力哦，270打270，一个 GX 直接死掉，或者可以用他的 GX 丢完手牌，然后抽到十张为止，很好用。然后喷火龙一样是攻击力哦。不用想，一样是攻击力，就是这两张都是重点是攻击力。然后火焰戟有个好处，三张打210。如果我走第二个回合，我手牌有 welder， 我有两张火能量，我直接填两个手填一个打210。如果他还来不及的话，他就直接死掉了，所以很强火焰戟对我来说啊。然后两个电那个东东鼠，还有一张这个一定要放，因为两颗双五打120。填两颗能量去你后排，它可以帮助你填你后面的 Mewtwo 准备好先。然后 Gengar 两颗 Psychic， 我是贪他的 GX 跟他两颗能量可以打架。然后这两个一定要放，这个是打120，然后对方的 Tag Team 不能打你。然后这个是你的全部的念属性的宝可梦没有弱点，所以一定要放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拿来破坏别人的场地，因为这个卡组很怕那个无人发电厂，所以你一定要放。对我来说，我一定要放。然后一张 Mew 防止后面去，防止被人家撒后面。然后三张 Mewtwo， 一张 SM6 的青蛙，这个的招数蛮强。它的下面那招是选一个打130，上面那招是打110。你这个宝可梦回去卡住，所以如果你扣过血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这招回去。那你后面再拿一个出来打，这样。然后这个。我本人觉得要放的原因是130，无论对方有任何效果在他身上，他都要吃130，所以很强。然后就这样，宝可梦是这样。然后训练家卡是我放4球、4龙牌、3 switch， 两个火炉、一个火场、两个森林、两张 coach trainer、两张 habu， 然后4张 welder 能量我。他们有些人是玩那个彩虹能量，我不想玩彩虹能量，我想玩这样比较好，我觉得啦，我自己的卡表是这样，很简单。然后我没有玩抢，因为我有玩青蛙跟这个，所以我可以抓后面的来打，所以我不怕。所以卡表是这样，我们直接去 try 一 try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，我是试过不错啊，这个卡组是不错啦，但是。要看看哦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哎呀，输掉！我之前玩每次都赢，不为什么，我一路骗的时候就一直输掉。什么卡组对面？喂，完美哦！我走第二，所以
老鼠。对面什么电啊？对面是电是吧？哦，我知道什么卡组，有人在玩这个，就是拿橄榄丢铲那一只鱼，一直冲出去打人，冲出去打140，冲出去打140，小人牌组，他们就是尽量去找小人牌组就是啊。哎，还玩 GX 哎。什么牌组对面？哎 ，Big Chrome， 他玩那一只，为什么呢？这卡组，哎，这样慢啊，没用小哇！以前的 Big Chrome 不是这样的哦，以前不是这样的吧？以前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吗？嗯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没有在啊，我的老鼠哎，我老鼠不在，这样的话，老鼠不在啊，老鼠不在就这样了哦。只好去弄它吧，放出来了，喷火龙。IGX 只能这样，我不能选，不要给他做任何东西，他慢了，他慢了就到我，对，好的，可以了，我觉得还是等下先，等下先，我觉得大家踩他的场地，那火了，添一个火。然后 Turbo Strike 哦，天有喷火龙，爽爽的。这么天给喷火龙，做个天给他，没有看到，就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。哎，幸好我没有放场地。他很卡，对面很卡，这么哦，他推不到，这么个填，他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是可以啦。准备要拿那个打我哦，150。这时候我要看他填给谁，真的。不是开玩笑，他填给秋秋，填给秋秋，你填给秋秋就不对了。填给秋秋的话，我在想要不要牺牲掉他。一个 switch 没有了，还是要赌哎。赌他没有 tech switch 我要，可以的，
Mewtwo 还有吗？还有吗 ？Mewtwo 还有吗？还有一场 Mewtwo， 不担心，不担心。还有一张 Mewtwo， 赌吧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他有那个能量给他打，我165就死掉了。不要有 Texas， 有什么用？我没有玩。有喂、欸、啊 ，Energy Fish 啊，还没有能量，还是不够，还是不够。枪你都爽啊！乱开 GX。我要想办法杀掉这个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觉得是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。哎呦，忘记填能量，忘记填能量啊！一二三，三张、四张、五张，还有一张。忘记填能量啊！退到后嘛，退到后嘛，啊，退不到，退不到，我还有机会哦。160也不死，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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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顶一下吧。等一下，去等一下。我还有一个 switch， 我还有一个 switch。他要赌电针打死我哎。他赌到了，哎，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首先拿这个，丢这个，拿 Mewtwo 出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不要写。继续，哎呦哎呦，开始要填那个 text switch， 然后再打白六，我就杀掉这个，一起换呢，我们看谁换得快。
要怎样呢？市场 price 他没有玩 tax 税，他就很蠢。Catcher 我，这样我要赌去 shuffle please 我。有 switch 欸，首先丢这个先。switch 我只有一个机会，讲真的，只有一个机会。看看先，一个火，填给他先，然后用这个填这个这个给他，抽三，很好。我也没有做错，其实。应该是做错了。做错了啊。不一定，不一定做错，其实不一定做错。我不一定做错。就算我送这个都无所谓，讲真的，我送这只，我剩下一个 price， 他杀死我出去，他出水我都可以杀他。如果他讲还要抓这个多能量来杀，没关系，我还有 Wilder。我还可以 Wilder 给谁？可以退后都可以。我预啊，你会出这一只。看里面还有什么钱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应该是营养，我觉得是营养。你抓我哪一个出来都无所谓，反正你就是杀不死我。对，你就是杀不死我。还没有 power plant 啊？对啊，我还有那个马靴都在，我还没有。没有意思啊，我是在一个 price 怎样？当 double 狗狗用，你看那些人多闲啊，真的是。没有 double 狗狗不行是吗？你们现在？我这是一个 price 啊，其实真的没有意思。我送你都无所谓。现在怎样？我无限 skill 欸。我的，我 shoot 干你的啾啾，嘿嘿，还是我比较快。我老鼠，不错，非常的不错，轻松，没有压力打这个。只是我觉得 switch 不够， switch 不够。今天试一场不多，试一场就好，因为我不想时间太多，你们会看到闷。下次我可以再试更多。这个是我自己的卡表，因为每个人组不一样，所以我玩到是还可以。
只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打到 Pikachu， 打什么 deck 我都还可以，打到 Pikachu 是麻烦 switch 了。加上你讲无人发电厂， 我不怕，因为我手牌该有龙牌，我里面还有这一张，所以我根本都不怕无人发电厂这个事情。所以五张场地再加这个，我六个可以结场地，我不信有放六张无人场地进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是。所以卡表就在这里，能量我是这样子放了，因为我只玩三种。我知道你们会有人问，为什么不要放那个打五十 GX 打不到的那一张？太多的能量需要，你又要玩那个妖精能量，然后打五十又不是很多，所以我干脆注重于攻击，不要放在防御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今天的卡表就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猫二 Mewtwo 卡组 Multi Skill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没订阅的快点订阅我，拜拜啦。